正处于山桃花的盛花期啊，预计今天全天的公园接待量呢将超过5000人次。桃花地公园位于虹桥区北运河南岸，全长1400米，总共有7个品种，3000多株桃树，山桃盛放，花期在20天左右。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，还将有寿星桃、垂枝桃、紫叶桃、碧桃等陆续开花。比想象中开的要多，觉得就很美啊，然后能感受一下天津的春天。整个这一条路，就是，哎呀，全是花，把人都给围起来了，好漂亮呢！我一进来我就心花怒放了，感觉自己年轻了。我是第一次来，第一次看这么多沿着河岸的一个桃花，挺漂亮的。